我镇非常注重并致力于保护国家丰富又多元的天然资源，确保下一代人也有机会享受大自然。绿色科技融资计划，推行此计划旨在推动绿色科技投资，已为317项绿色科技项目融资35亿令吉。生命之河计划，耗资42亿令吉于生命之河计划，以净化、美化及发展长达110公里的巴生河及额麦河，并转化为吉隆坡独特的地标。耗资6亿5千万令吉，重新打造占地91英亩的国家纪念碑公园计划，成为拥有1000种植物和动物品种的城市雨林公园。竣工后的国家纪念碑公园将可媲美英国伦敦海德公园及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马来西亚已批准巴黎气候协议。马来西亚承诺在2030年之前，温室气体 GHG 排放量浓度比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减少 45%。 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以民为本，绩效为先。